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光。昨天公推红了，纽卡昨天展现的统治力，让 1.5 球也不为过。我们也是买到了非常具有投资价值的，让 0.5 球中水，所以红起来没有压力。富勒姆也如我们预期一样，没有进球。美中不足的就是纽卡下半场运气太好了，怎么踢怎么进，灌了三个，要不然昨天的波胆也中了，那就大满贯了。这点上稍微有点可惜。狮子头昨天是四红一场取消。英超卢顿那场球取消了，昨天首次推荐大家打串子，昨天公推加狮子头一共六场球，一场没输，虽然红半多一点，但搭配串子依旧很爽。今天势头继续啊，有需要狮子头的随时联系。今天公推带来一场英超啊，阿森纳 vs 布莱顿。依据本赛季的技术统计，亚洲机构上半场对布莱顿呢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啊，我也不多分析什么了。本场主推上半场布莱顿加 0.5 球胜。